大将干你拿危机关谁的事？你干嘛骂脏话？开麦之前你们有预料到这个天要塌下来的事？我没有，你有吗？依然要在他们脑海里面继续以圣人的形象存活吗？那圣人的形象可能也活得不是很好。对对对，我们的心灵其实是很脆弱的。觉得就放着吧，喜欢的人就买，不喜欢的人就不要，那就算了。结果后来攻击就越来越猛烈。他就是很可爱的小动物在上面，然后是玩一个嫌疑，也没有裸露。你们觉得为什么大家的反弹会这么大？这个事情如果是黄明志做 OK， 那么如果是大将做的话，就他们是用一个字眼叫什么？一个字失格。失格。你们的经营其实做得怎么样？我个人是已经是有超过一年没有领薪，那没有领薪还要被人家骂，现在讲啊是，我还没说倒贴的部分。OK， 想要关注更多财经内容，记得马上点击资讯栏并关注我们各大平台的节目。